我们结婚了，耶！做老婆也真的是，现在还是不能相信呢，但是是事实啊，在 JPN registration 呀，在神的面前也是 register 了啊，在祖先的前面也是认了的啊。好像今天讲，爱情真的是一种选择，爱一个人你选择对他一生一世的啊，要想包容，要原谅，要沟通，他讲的沟通，真的肯谈很重要啊。有些什么开心不开心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啊，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的另一半要做的东西啊。我们在一起真的是要让彼此进步啊！我全心全意的支持你在做的东西，没有任何去怀疑任何一样东西。所以，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进步，不只是在事业，在自己的生活，甚至家庭啊，好不好？我爱你。功课合格了，然后上帝把一个天使带来我的身边，我觉得这个落差太大了。是吗？就太大了，就很谢谢你啦，我觉得谢谢你。未来，真的是认识你，我几乎是在天天感谢上帝，除了感谢就是赞美，我觉得很奇妙。谢谢你，给我一个幸福的盼望。谢谢你，爸爸妈妈也很疼我，一起努力，一起。我会，我会一起努力的。对。并且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都要爱。